环保行动剧，家家不烧金纸，还要减少塑胶袋的使用。用这袋啊，好不好？安尼吼，咱就会当大大减少咧粪扫量啊。用容器取代塑胶袋，远离塑化剂的危害。安尼才袂害到阮囝性早熟。上台演出的志工黄秀媛，以往每天能用掉20多个袋子。大大细细，安尼20几个，嘿，经过这几年，我感觉讲，我无提塑胶袋啊。我感觉讲我自己很轻松自在，因为我每个花时间去整理这些袋子。我们要少用塑胶袋，让地球可以干干净净。农历七月吉祥月，传达正信正念。顶错社区活动中心的这场祈福会，慈济志工陈阿桃南下分享。施工用地主烧金纸，破坏空气污染。第二，纸是树仔做的，树仔要保持水好。第三嘞，你摕真钱买粗纸，你看咱外公啦。陈阿桃妙语如珠，生动活泼的分享引起不少回响。本来大家都是传统的观念，都是，拿香拜拜啊，烧金纸啊这样子。我们可以就是改变一个方式来虔诚来敬神。师父就说，心存善念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日子这样平常这样过就好了。打破传统迷信，七月吉祥月，邀您一起用行动守护地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永彤、陈文明、陈长富彰化报道。